拿过来好没关系，哇好多啊，抱过来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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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在这里，然后银宝请你来签个名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咯，在这里，然后签字笔在这里。啊，签在帽子上好了，看不太清楚，签到那个白色，这个帽子刚好有白色的地方，要不签到这儿啊，待会儿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。我发现有个好啊，或者这儿也可以，那我们刚好有一个特步嘛，好的，我们换一个签名笔好了，要不先把这个白色的先签掉，白色的应该可以，我帮你拿着好了，我们让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衣服。哎，帽子放下，你又做了一个组合，你给他戴了一顶帽子。哦，可以，这样可以看到了，银色的。OK， 给他戴在这里啊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各位宝贝有看到吗？有，放在这里的。好，在这里是不是？签的名字在这里，好啦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把这个银宝，让银宝来签个名字。这是在我们今天直播时段专属的啊，专属的礼物啊。好嘞。有钱都买不到的哦，银宝亲笔签名的这个礼物送给大家，送给看我们直播的为我们打 call 为我们点赞的宝宝，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点赞已经突破了480万，然后我们现在那个观看人数已经突破了22万，那等一下我们再给大家送一波红包雨好不好，谢谢银宝。还有一个胖熊猫，哇这个更胖，好圆啊，圆乎乎的，圆滚滚的，这个你要签在哪里，好嘞，签上名字，这些礼物就待会儿我来抽好了啊，我来抽来送给大家。OK， 好了，这些礼物名字都已经签好咯，都放在这里。待会儿我们就把银宝刚才玩游戏抽到的所有的礼物都送给大家。等一下我来抽奖。那最后还有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双十一当天买丽颖的指定款，还有一些指定款的鞋子，我们会有一个 VR 的眼镜送大家，一共限量只有4000副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准备好一副，对不对？已经在那边了，谢谢老师。我们给丽颖看一看，丽颖。这个是我们特步的专属的 VR 眼镜，限量4000个。然后里面有准备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目前为止啊，还没有外播过的，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的，有一个影片在里面 ，VR 的影片是你来拍摄的。里面也还有另外几位好朋友，像那个大东啊，在里面。要不你来试试看，你来玩一下。它是可以转方向的，你看一下。然后你有没有看中间有个黄色点？我帮你拿话筒，有看到一个黄色点吗？看到了。黄色点，你就转到那个舞台，不是中间有个舞台吗？舞台你把那个黄色点往那个舞台地方移，往舞台正中间往上一点点，然后等个3秒钟，然后就会有一个人出现，看到了吗？有没有？你这个声音，小心啊，这是谁？是小新是不是？更新的，更新的啊，你有看到自己的吗？有个舞台是你的，你再转一下，对，可以转，这个是不是很好玩？这全球首播，丽颖你是第一个看到的哦，还有没有人看到过？听一下声音。哇，这个。哇，好看。很好玩是不是啊？然后这带回家，除了可以看我们这个专属的 VR 片以外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别的 VR 的电影、VR 的音乐 MV。365度无死角是不是？转了365度，好多人，还有，好多人，是不是很惊喜？阿丽，你好萌啊！这个是要打开？不用打开，它就是把手机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哦、所以我把这个礼物到时候送给大家，大家在家里面就用这个 VR 就可以看手机。哦，这样可以看手机的。啊，对，可以看手机，你的 VR 的电影啊，可以更立体，可以看你的电影，或者是看你的 M 其他作品。对啊，一个盒子，但它镜片是 VR 的。然后可以放自己手机就可以看，我们就到时候会双十一会有4000个限量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这也要请丽颖签一个名字，对，然后麻烦你签个名字在正面，我们就把这份到时候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，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送给所有看直播的宝宝们，谢谢银宝，谢谢有完没完，特步飞一般的感觉，这个 VR 是本想要，双十一当天限量只有4000个哦。然后银宝今天在现场是第一个看到，你自己看那个感觉怎么样？就刚才。玩上瘾嘞、欸、，OK 好，怎么样感觉？感觉特别的，我觉得特别新鲜，还蛮有趣的。这么小一个纸盒子，是不是、啊？对啊。我觉得这个你也可以带一个走，以后你在剧组就不会无聊嘞，就可以用这个没事回家看看影片呐、啊，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看。我们等一下也送个给银宝好不好？带一个回去好不好？他看上瘾了，又来了一个人，他是360度都可以转的。
然后我们双十一当天会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双十一直播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名字也签好了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。等一下我会在现场把这些礼物一个一个抽奖送给大家，银宝。那最后这样好不好？这个箱子已经准备好了，行李箱，然后还有这个签名帽子我拿下，因为这要送大家的，我先放在旁边。刚刚你有讲喜欢这个箱子定制的，还有里面所有的衣服，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箱子还有这只可爱的仓鼠让你带着一起回酒店，好不好？一起回房间。然后因为马上要双十一了，要不然这样，我把这个箱子给你拎到现场。等一下，哇，女子力，你力量很大哎！你这么瘦，怎么力量这么大？哦，好啊，那你就拎着这个箱子，最后在双十一时候送大家一句话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拎着这箱子回家收工，我去好好休息。银宝，你还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？双十一的话，因为很多宝宝今天也在购买，然后也在为我们的双十一打 call。希望大家双十一购物开心，也要运动起来，一起变瘦变健康哦。好，为银宝打 call， 然后就这箱衣服就带走了，因为刚刚银宝已经选过了嘛，不管是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个衣服，所有的全部都带走，还有那个帽子，好不好？那银宝就把这个送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就带着他一起回家。那我们让银宝给大家说个再见吧，谢谢大家的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萤火虫们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银宝，我们把掌声送给银宝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好不好？下次见，下次见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银宝，谢谢。那就箱子给您了，就拎着一起吧，把这个给他起个名字叫小胖吧，小胖也带走好了，一起，带着小胖一起走，一起回家。走了走了，拜拜，银宝拜拜。还有，摆个 pose 是不是？来个街拍，帅一点吧，啊，帅一点啊！走了，谢谢银宝，拜拜，下次再见，谢谢，拜拜，银宝，拜拜，谢谢，太瘦了，多吃一点啊。